我做直播，我就是卑鄙无耻、下流、龌龊、肮脏、下贱，干什么？赚钱。我说 Go 二慢 NFT， 我在这边，我再跟伟大的 Go 二，好不好？社会上的栋梁，郑重道歉，口误啊！亚洲 Go 二，对不起。亚洲 Go 二，对不起。亚洲 Go 二，对不起。哦，人家献花嘛，要三鞠躬。哦 ，Go 二就在讲你。哎、欸，我也不是你影片里面讲的这样。成立公司的时候，你人也不在旁边嘛。你们最喜欢讲道理嘛？你跟我讲，你到底在哪里，好不好？你跟我讲，你的道理在哪里？在我们发生这件事情的事情，我只觉得，我就在井里面的，你还拿个石头砸下去，砸的阿管满头血不够，再砸，再砸。我看到的是这样啊，人家是不食人间烟火，对不对？人家不靠流量赚钱，也不靠收会员赚钱啊，对啊，人家不靠这个赚钱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不靠啦，我不知道。那你如果给他钱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干嘛嘛。我是个商人，喏、哦，啊，我讲话跟放屁一样。第一个嘛，我做直播，我就是卑鄙无耻、下流、龌龊、肮脏、下贱，干什么？赚钱。你正义吗？我不正义，我就是为了要赚钱。因为过去那个陈志汉已经死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调一下。陈志汉，对不起，陈志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演呢。过去的陈志汉已经不在了。现在是全新的，全新的哦 ，new， 全新的哦，全新感觉，全新配方，全新的体验，全新的陈志汉要来喽。他要骂，他就骂。以前也有，以前外面至少有50个频道在骂我吧，或五叉吗？没有，越骂越好。我希望他天天骂，一个月出10支影片，出100支影片，整天盯着阿管的屁股后面走，越炒流量越多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不好？我们昨天，哎、欸，我说 Go 二慢 NFT， 我在这边虽然我已经郑重道歉，我在这边我再跟。伟大的 Go 二，好不好？社会上的栋梁，郑重道歉，口误啊，口误哦，亚洲 Go 二，对不起哦，三打长跑10秒、9秒、8秒、7秒、6秒、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、1秒，默哀10秒钟，在这边再深深的深有多深啊？来，我们起立站好，手是不会贴好，是不是？是亚洲 Go 二，对不起。亚洲勾二，对不起，亚洲勾二，对不起。哦，人家献花嘛，要三鞠躬，请所有的勾二粉看到这里，再次，这第几天了？我要道歉多久？再一年没关系，没有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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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、哦，我们这个是能屈能伸，有一说一啊，该道歉的时候绝对不闪避，该中枪的时候绝对也不闪避，该在地下滚的时候，哎呦哎呀，我的脚，我的手，哎呦，我死呀、啊，哦。绝对不能闪避，是，这就是我们的个性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的个性，对，好不好？有满意的吗？所有的勾二粉有没有感觉到满满的诚意？